微菜五百主义，料理有创意，做菜真容易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曹顺伟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曹顺伟老师。今天会做四神汤，然后凤梨苦瓜排骨跟我们的传统的那种凤梨冰。哇，好好吃哦，都是很好吃的那种美食哎。对啊，好，那我们先处理一下我们这个凤梨苦瓜排骨，里面有一个主要元素是丁香鱼。好，然后我们稍微用我们休闲锅把它简单的烘干。好，我们烤到它味道出来，其实这样大概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。那我们直接进到我们的研磨盒里面，然后呢，用我们帮密匙直接，用高速的这个按钮按下去，然后用点压的方式，对，这样子。哇，就自己变成粉了。对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来做这个四神汤。好，那我们就把猪肚跟小肠放进去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放入我们的这个排骨。排骨。哦，排骨。老师量好多哦，自己煮就是这么棒。对，而且我们自己煮可以选比较好一点的排骨。全部都是肉。对，很重要的步骤就是将我们的四神药材对放进去。那我们四神的药材有什么呢？我们里面的药材有茯苓、芡实、淮山跟莲子。今天我们有多加了三样的材料在里面，当归，然后薏仁跟川穹。好，那下去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稍微铺均匀。好，那这样第一层我们就 OK 喽。好，第二层我们就煮无水的凤梨苦瓜排骨，把籽去掉。好，滚刀，切滚刀块。好，压力锅做菜就是东西都往里面丢。好，还有我们的凤梨。对耶，我们自己用新鲜的凤梨，然后再葱段少许。然后我们的姜片，最后撒上我们的小鱼干粉。哦，这个时候撒进来。对，老师，我们这个肉也不需要腌。对，都不需要，因为我们就是吃凤梨跟苦瓜的这个原味。好特别哦。对，那第三层的话呢，我们要做这个凤梨，蜜凤梨的酱。那我们把我们的凤梨呢，用我们的 slice 稍微切碎。老师，你偷懒了。对，那这个我们用点压也是一样，不要把它切得太细。哦，那我们差不多按个几下，只有按差不多五下，对，就好了，这样子就可以啦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倒进去喽。好，好，从这边倒。好，那上面这一层我们把它稍微铺平，对，我们把它沥干水分之后再出来之后再蜜。好，我们一锅三菜这样子，等一下上压两条线要几分钟？我们十分钟就可以了。十分钟，对，可以做完四神汤，还有凤梨苦瓜排骨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古早味的凤梨柠檬冰。是，哇，太赞了！我们等十分钟哦。好，老师，我们十分钟的一锅三菜好了耶。好。哇，这个是我们的凤梨筋已经滴下去了，对，凤梨筋。然后现在剩下的是凤梨肉，是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变成怎么样哦。耶，你看，哇，刚刚一滴水都没有加的凤梨苦瓜排骨，哇，有够香的啦，好香的四神汤哦，扑鼻而来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肠子哈，老师有暖不？有哦，这个来，我们用剪刀剪一下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？轻轻一碰就断了。哇，这样子。对，这个大概90岁的长辈都可以吃了，都可以吃。对对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猪肚，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的猪肚，有暖不？哦，有够暖啦。哦，老师，那猪杂魂精呢？猪杂魂精都有高啊！哦，你看我肝胆不？哦，软啊软。好，再来我们的排骨。原本就骨肉分离了嘛。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这个凤梨渣哦，对，我们就大约，例如说目测啦，我们凤梨的一半的糖量。好。对，
对，那让它就是去吸这个糖，是都不用加水，都不用熬到糖融化哦。那基本上大约也是5分钟至10分钟来注意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 我们开盖喽哈。哦，就是煮到那个水对收干，那我们就直接挖哦这个熬好的凤梨酱，那我们直接把它注入到杯底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只要直接加入我们的气泡水，对。那我们再加个几颗的冰块。冰块。OK， 这样子我们的凤梨酱气泡饮就完成了。哦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对。那第二杯的话，我们就来打冰沙。对。那加入我们的冰块。那我们等一下会用我们的巴蜜斯来打。老师，冰块很硬哎，很难打哎。OK， 凤梨酱。好，我们就给它一大匙进去，把柠檬汁挤出来，加入一点点的这个蜂蜜。没有急，大概5秒钟、6秒钟就打好了，就马上就有冰沙可以喝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哇。最后再摆上一点点的装饰就可以了。OK。哇，太赞了！